现在我们要去探索神秘的前世今生，整个过程中你的身心都会非常放松宁静，催眠结束后你会觉得身心非常舒畅，犹如获得了深度的休息，并且你会去探索一段你特别想了解的前世，从中获得崭新的体悟与实际的帮助，使你成为更健康、更快乐、脱胎换骨的人。现在我要请你在心里面先设定一个主题，是你这一次前世之旅的主题，设定好之后牢牢记在你的心里，等一下当你进入催眠状态的时候，就可以回到前世探索这个主题。这个主题可以是情感、婚姻、人际关系、事业、健康、某种疾病，或者任何一个人感到兴趣的主题，你都可以在前世之旅当中探索因果关系与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如果你已经设定好主题，那就请你继续聆听一下我的引导。现在确定你已经处于一个不会被干扰的环境，然后让自己很舒服地躺下来或者坐下来，调整你的身体姿势，让全身都非常放松，保持在可以持久不动而舒服的姿势。现在注意你的呼吸，我要请你保持深呼吸，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很清楚地去注意你呼吸的感觉，去觉察你呼吸的时候身体的变化，很清楚地去觉察胸腔和腹腔的起伏。在深呼吸的过程中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放松，心里越来越宁静。一边保持深呼吸，一边放松你的身体。首先，放松你的下巴，放松你的嘴唇、脸颊一带的肌肉，放松你的喉咙，放松两边的肩膀，放松你的额头、太阳穴一带的肌肉，放松两条手背，感觉到从肩膀到手背到手掌到每根手指头都放松下来。继续深呼吸，放松背部，感觉到你的脊椎骨保持正直，没有任何的弯曲，这样背部会感觉到很轻松很舒服，连带你的内在能量也会变得畅通。放松你的臀部，放松左右大腿，放松左右小腿，放松两只脚掌，
放松每一根脚趾头，然后我要引导你进入更深的催眠状态，借由深度放松身体，你就会进入更深的心灵世界。首先，放松你的下巴，放松你的嘴唇、脸颊一带的肌肉，放松你的喉咙，放松两边的肩膀，放松你的额头、太阳穴一带的肌肉，放松两条手背，感觉到从肩膀到手背到手掌到每根手指头都放松下来，继续深呼吸，放松背部，感觉到你的脊椎骨保持正直，没有任何的弯曲，这样背部会感觉到很轻松很舒服，连带你的内在能量也会变得畅通。放松你的臀部，放松左右大腿，放松左右小腿，放松两只脚掌，放松每一根脚趾头，现在再做个深呼吸，并且感觉到全身从头到脚都放松了。我要请你好好享受一下这种放松的感觉。一分钟后，我会给你进一步的引导。现在想象你置身于一个安全而黑暗的洞穴中，在你前面很远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有一点光。我会慢慢从一数到十，我每数一个数字，你就感觉到自己向前移动，更接近那一点光，那一点光也逐渐变大。等我数到十的时候，你就会穿过那一道光，然后进入一个前世，一个与你想探索的主题有密切关联的前世。一，二，
次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现在观察一下，看看你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，室内还是室外？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这是什么国家，这是什么时代？看看你自己，你穿什么样的衣服？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年纪多大？看看自己的长相，你正在做什么？旁边还有谁呢？接下来你会有21分钟的时间，自由自在去探索你设定的主题。你可以以旁观者的角色，看着事情的进行，你也可以跟你所看到的人谈谈话，跟他们请教问题，完全弄清楚你所设定的主题。你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你看到的画面，就像操作录影机一样，向前快转或向后快转到关键画面。在整个过程中，你随时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探索你的前世。任何时候，只要你愿意，你都可以睁开眼睛，结束这次的催眠，你的身心都会很轻松，很正常。现在开始去探索你设定的主题。